财经护城河，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龙刚啊。今天是冬至啊，那今天的行情表现的不错。那昨天晚上的这一个行情呢，啊，在美国四大指数表现也是一个同步上涨的一个情况。好，那连带的台北股市呢，在今天表现到底应该要怎么看啊？那手中的股票要怎么操作？好、啊，每天锁定我们财经护城河的节目，对你的投资交易好、啊，一定会有帮助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的这个简报图，就就直接告诉大家，我们曾经跟他讲过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是怎样，在五十二月二十号啊星期二的时候呢，就已经怎样进入了这一个月 K 线层级的怎样支撑带了。哦，当时就已经跟他讲了。那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怎样？ 好，出现了一个小红 K，它已经在四大指数里面算是看跌的啊。那这个小小涨缩高，那到昨天晚上啊，那直直接讲跳空上涨，涨多少点？五百多点的道琼工业指数，同志们啊，从前天到昨天啊，从前天到昨天，再到昨天晚上到今天，同志们，你已经看到什么？道琼工业指数哦，有没有在我们的预期之下？ 好、哦，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答案是有的。那在昨天这个时间点，还是有很多人告诉你是这样，空空空空空。好、哦，那这个台北股市呢，昨天那表现呢也没有很差啦。那倒是，但是呢，因为前天呢这个啊股市呢表现不是这么的漂亮。好，我们来看一下这 K 线图啊，这 K 线图呢，在这前天呢哈是这样带量下杀的。我们说过，这一根黑 K 线叫做怎样？ 具有空头意的黑 K 线，那昨天是一个小涨，那稍微有一点点上影线，这成交量又量缩好。昨天还是很多人告诉你这行情不好，这市场要怎样？要站在卖方。而我一直告诉你，你手中的股票要抱紧紧，千万不要乱砍，千万不要乱卖，打下来要怎样？站在买方。而这站在买方，不管有没有跌破一万四千点，都一样是要站在买方。我讲的很清楚。 好，你应该记忆多犹深。这个、地方有两根 K 线都是红色的。我说过，这个骨股,股质啊，大盘跌到这个地方，这个位阶就会有出现支撑。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没有支撑？答案是有的。这个、地方如果锁住，它就不会来回补这个大的跳空缺口。如果没有回补的话，就一万四千点就不会破。 你要站在买方，没错嘛，哈，我跟他讲很清楚嘛。那如果锁不住往下跌，跌到这个跳空缺口，还是一样要站在买方。同志们，今天的股市大涨，绝对不是偶然的，好吗？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你在这一天把股票卖光光啊，那肯定今天就会怎样，就会怪怪的啊，就怪怪的。 好，那今天冬至呢，我们就话不要讲太多啊。总而言之，好、啊、操作交易上面啊，每个人见仁见智。好、啊，那你应该怎么交易啊？你应该要怎样想得通才对。那我们在节目上面呢，从这个十二月十五号的这一个啊期货的这个交易来看啊，外资在当天是买七百七十二口的。我们在当天就跟大家讲过了。那十二月十六号就是隔一天，那外资在这个期货市场是买一千一百三十三口。 那在这一个星期一的时候呢，十二月十九号是买了三千两百八十一口，我也平仓单从没有这样一万口到一万口，那再到昨天外资是怎样净买了六百八十七口，我也平仓单已经突破了一万口。那过去的四个交易日我们昨天在节目上面也跟大家讲过，这四个交易日呢，一二三四这四个交易日外资都是站在买方。 那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呢，已经是怎样上涨了？这一根红 K 线有没有想要突破这一根具有空头一根黑 K 线的最高点？有没有？有没有？有了哈。那如果你在这一天是砍股票的，请问你昨天有没有买回来？请问你今天有没有追买回来？好，同学们，你现在思考一下交易逻辑哦，这基本上哦。 哦，每个人都讲的很很厉害，但是呢，好那有人告诉你停损停损卖掉之后再买回来、哦，肯定可以赚到价差，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好，同样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因为啊、哦，这砍下去之后心痛了，有没有？看到这一档股票要再涨的时候呢，就不爽了，就不会去买了，就不会去买了。 所以呢、哦，这个叫做交易心态啊。这每个人交易心态呢，好、哦、像有有功夫的啦，好不好？好、哦，这个、这是怎样？功夫一定爱练鬼。哦，没有练过，好、哦，你砍掉之后呢、哦，那一档股票涨上来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追，绝对不敢买，啊、哦，绝对是这样不爽买。好，所以呢，在交易上面呢，我们也不多说啊、哦。那这每个人每个人不一样。来看看大盘，大盘我们刚刚说过，这个是怎样？ 具有空头意义的黑 K 线，在当天下杀的时候，它是这样带量的。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地方的最高点叫做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一点。如果未来这样有突破这个位置，代表是这样多头要转强了、哦。那这个位置如果是被跳空给突破，或者是怎样被中长空给突破，这叫做什么？随便的突破有没有？我们当天有讲过哈、哦，麻烦你调一下我们的这个前天的这个影片。 啊，你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听得很清楚呵呵。这个是具有空头意义的黑 K 线，它的最高点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一点，不能被随便的突破。所谓的被随便的突破，就是跳空跳上去，就是用中长红穿出去。好，那今天的这个上涨呢，这个地方已经讲最高点已经接近了。啊，今天的最高点是这个一万四千四百四十二点，距离这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一点呢，就差这么一点点。那明天会不会跳上去？ 明天会不会直接跳空开过去？会不会？好，同学人，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美股股市上涨呢，好，这市场气氛就很奇妙。好，直接告诉大家，过去呢，这个美股呢，这投资人呢就这样，跟通膨、跟升息这心结非常非常的重。 好，那昨天晚上上涨呢？哈，就感觉上就是这样怪怪的哈。这这心结这样有解开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因为道琼工业指数大涨超过五百点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市场投资人感觉上通膨缓和，跟这个利率迅速上升是怎样？是从利率上升变成通膨缓和的心态。好，换句话说，从这个利率上升的很紧张的情绪。 很紧张的交易情绪、哦，改成这样，变成通膨缓和，对未来呢就感觉上呢就不会升息。那以这个另外一个心态叫什么？未来前景会这样衰退嘛？哦、啊，经济衰退，然后每个人都在讲嘛，对不对？好，那跟这一个所谓的任性的就业市场来做一个比较。哦，我曾经在节目上面讲过很多次的。 鲍尔说，未来的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是怎样在低基起的情况之下成长？那对于美国的就业市场呢，却是会怎样保持良好的？虽然这次的这个 FED d 率决策会的内容把明年预估值的就业市场的失业率拉高了，但是好，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很有韧性。 所以整个市场在昨天的这个转换啊，绝对不是偶然的啊，绝对不是偶然的。道琼工业指数大涨了百分之一点六，五百二十六点的上涨的幅度；S M P 五百指数大涨了百分之一点四，斯纳斯达克是这样大涨百分之一点五，那非成半导体指数呢是大涨了百分之二点三。好，圣诞节就要快到了啊，圣诞节快到了，美国这样四大市场呢是这样。 表现的非常非常不错，所以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在圣诞节之前呢？美国股市呢就这样涨，然后哇拍拍手，会不会？那过完圣诞节回来呢，继续的涨，会不会？哦，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投资人你千万不要这样哦，这个说不可能哦，待会儿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有可能。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外资在期货市场的交易啊，今天十二月二十一号在这个外。 这个期货市场是净买超一千六百六十一口。好，从上个礼拜到现在，好，我给你看了五个交易日。这五个交易日，外资在期货市场全部都是怎样站在买方？这是大盘今天、昨天、前天、大前天、上个礼拜五这几个交易日，外资都是站在买方。期货的未平仓单已经怎样？ 从原本的不是一万口，没有办法突破一万口，到现在已经累积到怎样，变成一万五千两百九十四口。我们接过来，好，一万五千两百九十四口，同志们再看一次，好，大盘在这五天的交易是这这样子，这样子涨势，这样子的走势，外资全部都是站在买方。 好，那接下来未来会怎样看待？好，那你就自己思考了，好不好？好，如果你执意要往空方思考的话，哦，那我就说哈，好也没关系，好不好？反正每个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好，我们拉回到这个台北股市的角度来看，我们再强调一次，这個是这个具有空头意義的黑根线。好，那明天到底会不会跳空突破？好，如果会的话，一四四五一这个地方突破，就代表是怎样？ 多头是确认转强的哦，好，今天还没有完全确认的哈，好，今天涨的大涨了，但是没有完全确认。我讲的是线路上面，好，这线路上面没有完全确认，那明天跳空突破就会讲完全确认。那明天如果开低走高，用中长红突破可不可以？也可以、哦，也可以。好那明天如果跳空开高再拉出中长红呢？ 哦，那就厉害了啦，那就厉害了。那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哈，这一根黑 K 线就这样，带量就是洗量了，好、哦、杀到这样，散户投资朋友心慌慌、意乱乱，讲哎呀卖走啊，别跟走啊啦。结果呢，股市开始涨了。这一涨以后，如果都不回头怎么办？好、哦，同志们、啊，那就很奇妙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不管了。总而言之啊、哦，脉动上面啊，股市的脉动上面。 好，九月份、十月份，哈、哦，是一个不正常的走势。这两个月，哈、哦，有很多人样掉眼泪，哈、哦，晚上睡不着。但是呢，我会告诉大家，哈、哦，那这个未来应该不会有这种事的啦，哈、哦，未来应该不会。那在今年，好、哦，在、这个、台北股市呢，从一八六一九杀到这一二六二九这个情况之下，哦，我已经用这个股将线路的这个角度来告诉大家喽。 自民国七十八、七十九年的这个一二六八二杀了两千多点以来，今年是最惨烈的一年。好，那明年呢？明年最烂、最烂、再烂也不会比今年烂，好不好？好，所以你、哦、要展望明年，哦，是好的，好不好？展望明年是好的。 来看一下这个长隆海运的股价，在今天呢，这股价表现还算不错、哦，上涨了百分之四点五。那今天是一个稳健上涨的一个走势。那阳明海运跟万海海运呢也是一样。好，那万海海运的股价呢，在今天，咳咳好，要大涨了百分之九啊，那表现非常非常的凶猛，非常非常的凶猛。好，那对这三档股票的角度来看呢，我还是跟他讲，好，万海海运。 啊，你会看到股价线路上面呢比较强劲，但是啊，这一档股票啊，我还是对它有好、啊、非常多的意见。那这三档股票里面啊，那我会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买的话，大家就买长隆海运，就买阳明海运啊，万海先不要乱碰啊万，万海先不要乱碰。为什么不要乱碰？因为它在今年的 EPS 最低哦，最少哦。好、啊，前三季只有赚三十三点一八。阳明海运呢？好、啊，看一下。 赚了四十七块半，看一下，四十七块半。那长荣海运呢？再看一下，看一下，六十八点八八。那第四季加进来呢，会赚多少啊？你自己思考喽。好，那现在赚钱不是重点，重点是配息呀、啊，配息呀、啊。我们来看一下万海海运去年赚多少钱。 去年的万海海运赚多少钱？你看，你用眼睛看，去年二零二一年第四季赚了四十二点三五元，它配息配多少？来看一下，配股配息配多少？配十点五，大股东啊，哦，董事会是很小气的，很抠门的，<laughs> 去年赚了四四十多块才配十块半，很抠的啊、哦，这是很抠门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杨明海运呢？ 去年好，去年一整年拿过来，去年一整年赚了四十八点七三，没错了哈，二零二一年第四季了哈，啊合计和车计四十八点七三，73, 那以金以这个配股配息呢是配多少？四十八来配多少？配二十块，大约是多少？四成左右嘛，哈、哦，四成，好、哦，我们就算四成，好不好？那长隆海运呢，自己按计算机了，好不好？我们就不算了啊。 因为心算没有那么厉害，吧？去年第四季赚了四十五点五元，好，那配股配息，好，配股配息配多少？看一下，十七点九九，好，计算机怎么按？随便按哦，都比万海还还大方哦。所以今年继续赚，好，继续赚，好、哦，万海赚的比较少，那配股配息又配的比较少。 那股价这么凶猛，我告诉你哦，你就不要乱碰啊，好少买啊。如果你真的要买，少碰一点，好少买一点。那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压航运股、海运股、航海王继续这样好表现的话呢，我就期待一下长龙海运跟这个阳明海运了，好不好？好，那我们这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对这几档股票呢，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上面就已经有跟大家讲，提前说过了。 好，我再讲一次啊、哦！看我的节目，对你投资交易一定都会有帮助。我们在十二月十三号当天，这新闻消息出来，我们就告诉大家，约当现金有两千六百亿。那杨明的董事会说什么？不排除要记库藏股，两千六百亿拿去垫存，这表示是什么？第一个钱很多，好、哦，那钱真的很多啦啊、哦。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是这笔钱是不太想动的，才会拿去定存的。钱这么多，拿去定存就表示那一笔钱是怎样不想要动的。哦，那一笔钱两千六百亿公司不想要动，结果就怎样？说要拿来买库长股了，你不觉得有点怪吗？好、哦，现在不会怪，对不对？刚刚我们看到了第三季赚了四十七点五元，那第四季呢？加下去呢？加下去呢？ 好，同学我们来看再看一次，看一下财务报表。阳明海运，好，这個、地方的这个营收，哦，营收，在今年的第四季呢，十、哦、一月份跟十一月份都比去年同期是下滑的哦。这两个相加，哦，大约是这个七十二、七十三左右。好了，那也就是说，十月份跟十一月份平均的这个這样？ 成长率是比去年同期衰退超过三成哦，超过了这个百分之三十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去年的第四季赚多少。去年的第四季呢，哈，在这个二零二一年的第四季呢，总共是赚了十六块的 EPS 单季啊、哦。我们看一下这地方叫单季，单季呢，二零二一年的第四季是赚了十六块。那今年的十月份跟十一月份的营收是这样下滑了，大约是百分之三十五。 那我们就算五成好了啦，好不好？算五成啊。那今年就只赚去年的一半，可不可以？八块的 EPS。好，十二月营收还没看到嘛，对不对？我们就估低一点了，好吧？我们估低一点。好了，那今年第四季呢，只有赚去年的一半，好，只剩下八块，可不可以？好，已经低估了、哦，好，我们就算八块，合理了、哦。哈 <laughs>。 八块加四十七点五元，总共这五十五点五元。五十五点五元呢？依照这一个哦，过去呢杨明的这个董事啊，他这个这样配席的比重来看的话，啊，就以去年来看四成，那今年就要配多少？二十三块。好、啊，五十五点五嘛，这個、你乘以零点四嘛，对不对？是不是就二十三？好，自己看一下，自己算一下，好不好？好那这那我们好算二十二，好不好？都算整数了。 好不好？好，那这個、这个地方好，你自你自己这个二十二好，二十二块，自己来看一下，现在股价多少？计 <laughs> 算机按一下。好，今年如果赚了五十五块，明年配二十二块，股息、值利率多少？是不是超过三成？好，是不是超过三成？好，多志人是然后是然后，所以好，那杨明阿姨，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买？你不买，好，法人已经先买了。 好，法人已经先买了。我在这一个十二月十六号，这张图这一句话呢，一定不会有人告诉你的。好，我说航海王真灵想要复活了，<laughs> 航海王的真灵想要复活了。好，他说、啊、没有人这样子告诉你的。航海王，航海王，过去呢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叫你去追。好，长隆海运追到这，两百多块。我们如果没有还原全息的话，来看一下，两百多啊，两百三十几块。 两百三十几块的长隆海运追到这样子，好，那在这个洋海运也是一样，两百多块追到这样子。那在最高点的那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你必须要这样卖股票。有听我的话，长隆海运当天哦，我在当天节目讲长隆海运，哦，你赶快来问我，哦，最差最差都可以卖到两百一十几块。哦，那现在呢？ 哦，还原全息哦，还原全息现在只剩下一百多块，而且还减值减掉四成。好，那现在这個地方好、哦，真灵想要复活了，啊，有没当初我叫你卖，哦，有，你觉得我有没有讲对？有了啊、哦，现在我有没有提前告诉你真灵想要复活了？哦，你有没有要想买进的啊？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你不买的话呢？哦，法人有没有买？看一下，看一下，法人有没有买？最近是不是买的非常火热？ 哦，我这几天都秀给大家看啊，三大法人同步买超，三大法人近期怎么样？三个交易日同步买超哈、哦，那你怎么看都是长龙海运、阳明海运、万海海运，哦，长龙航空、万这个、华航，好、哦、像再加一个伟创，哦，最近的投信都是在买这些股票，为什么投信要买这些股票？哦，投资者你就思考一下，我们就不多说了，我在节目上面都讲的很清楚了。 好，到昨天还是跟大家讲，最近三个交易日里面买进的股票有这样、啊：我创、长买海运、望海飞鸿跟台药。那在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好，投资家你自己看一下，阳明海运再这样创近期的新高。那如果你听我的话的话呢，好，在这时间点，就是十二月的十三号，当时两千六百亿约当现金买库存股这件事情，我就已经暗示你要买进了。 你有没有机会买的好的点位有然后、哦、如果你不买没有关系追追一根可不可以追一根就這样就是告诉你它涨了啊你最慢最慢就算买在这一天啊最慢最慢就是买在这一天啊那连续两天的这一个盘整再拉出创新高这叫做阳明海运那你请你再按计算机一下。 好，今年赚了五十五块，如果明年配这样四成，那就是二十二块。那股息直接率自己按出来，好不好？好，那按出来啊、哦，按出来啊、哦，你就会感受出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好，这件事情哈、哦，我已经不要再讲了，好不好？你自己心知肚明哦。OK，我讲的有没有影片也倒带过给大家看吧？有了哈、哦，有倒带过了哈、哦，你也看过了啦，对不对？要不要再看一次？要不要再看一次？ 好不用了哈，不用。了。好来看一下元大高股息，好、哦，元大高股息 ETF，好、哦、像应该这样子讲，好、哦，加 ETF 这三个字哦，要不然人家听不懂。好，零零五六元大高股息 ETF，好、哦，那平均过去呢，这个止率都在这个百分之五左右，那大家就讲抢买了对不对？买掉翻掉有没有？哦，抢购这零零五六，哇，怎么纯股零零五六啊？ 那现在，请问你这样，子利率高达三成的阳明海运，你要不要存股？啊，你说啊，是我两百多块就存股了啊？两、哦、百多块的存股就怪怪了啊，现在才六十几块，同志们，基本上，我会告诉大家哈，以元大哈高股息的零零五六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人这样投资会买进零零五六。 那为什么现在叫你买阳明海运，你会跟我讲说，我不要买？那理由是说，哦，明年赚的钱会比今年差很多。<laughs> 哦，投资我会告诉大家，哈，这个股价都已经反应了哈。明年啊，呃，明年啊，那海运股当然不可能赚这么凶了哈。但是股价已经这样，跌这么久已经反应了。那接下来它的反应就是股息值利率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哦，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股东会什么时候开？股东会之前有这样，董事会要开，什么时候开？董事会之前你会看到财务报表，什么财务报表？年报，年报前面还有一个叫什么？十二月份的这一个财务报表，营收。它这样在持续是十二月份的营收，在一月份要公布。那这一个董事会可能会这样。 在年报公布附近就开了，开完之后就会告诉你，我今年可能这样要配息配多少。那再由股东会来这样通过。好，那这时间点，请问你要买在五月份的股东会、六月份的股东会，还是要买在三月份、二月份、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好，张瑞，你自己思考一下啊，你自己思考一下，啊，你不要到时候我说是，老师。 股东会开完，结果哇，高股息，这个、超飙了啊，股价飙翻天了，然后才去追，好好，那你再去追一次这样子，好。那就这样就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好，那我们不多说了啊，那接下来你已经听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哈，那我们过去呢啊，这个都有点暗示，那暗示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了。 来看一下这四大天王，好，这四大天王呢是台北股市的四大天王，台积电、红海、大地光跟联发科。这四大天王今天的股价的表现呢，台积电表现还算不错，好，那红海呢，好就比大盘弱了，就不用多说了。大地光呢，好更弱了，联发科呢，好表现还可以，好还可以。那以这大盘的走势的角度来看，还有另外一间叫做中钢，啊，今天的表现呢是这样，在跳舞。 这五档股票今天将士用命，台北股市大涨。今天好，如果不是最后一盘呢，这个成交量又爆到三百多亿了啊！这个啊，今天的成交量是这样又变成了要解读为稀缩、哦，又解读为稀缩。好，每次台北股市呢涨大约两百点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成交量就会量缩哦。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好，那这总言之，好，这大象要跳舞之前呢，那这四档股票，请你一定要多加留意。 这四张股票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是一间好公司。我再讲一次，好麻烦我们的媒体，麻烦我们台湾的媒体业者，啊，不要每天唱衰台积电。台积电明明就是一间好公司，台积电明明就是这样技术制成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间公司。台积电的订单再怎么差，再怎么差，还是会比全世界半导体怎样景气好。全世界半导体景气是衰退的同时。 台积电的营收还是可以成长，大约百分之十左右。这种公司哈、哦，麻烦不要再唱衰了。那对红海的角度来讲，哦，对红海的角度来讲，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哦。郭董这件事情，郭董、哦、政治意味很浓厚哦。好、哦，未来他不管有没有选总统，要不要选总统，同志们，好、哦，这个味道就是要用利多来解读。好、哦，请你不要看衰，好、哦，请你不要看衰。对于我们的政府基金，我已经说过。 好，不想买红海没有关系啊，反正我们的新治疗退也都全部抄在这个民进党手上，就治疗退也是一样。啊、哦，那未来会不会政党轮替？啊、哦，你自己思考一下，自自己思考一下。那大地光呢？哦，股王，股王当然要跟着动啊。股王如果不动的话呢？哦，这个千金股呢就不太想动。好那联发科是 IC 龙头，好、哦、，IC 设计的龙头。那这个地方的联发科表现呢？哦， 基本上，好营运当然是有一些疑虑，但是好那个股价如果能够稳健的在这个哦六百到这个一千之间的波动的话呢，我认为对台北股市呢，好也是一件好消息啊，也是一件好消息。好中钢中钢今天大象在跳舞，那钢铁的股票呢在今天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强劲，为什么钢铁股在这地方买盘会涌入？ 为什么法人现在要这样买海运股、航运股呢？在今天的表现呢，也是表现的非常不错。航运、钢铁跟电子来比，我、哦、买盘积极度就感觉上是这样，买航运股好像比较好赚，买钢铁股好像比较容易赚，买电子股呢很难赚。 好、哦，投资啊，基本上呢，这时间点是这样子啊。第一个，这个钢铁跟海运股的这个分类股票来看啊，你可以看比较少的哈，比较少，少很多了哈、啊。那电子股呢，就一涂拉股，哦，选股上面就会出现一个困难度。另外一个啊，以景气面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大家都看谁这样未来的前景，对不对？啊，电子呢，好说什么是啊，去库存啊，这库存还没清完之后呢，啊，那可能的未来就表现不好了，所以不想要买。 啊、哦，这逻辑呢，哦，在这市场上呢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啊、哦，对于这个电子股上面追价意愿会比较薄弱啊，但是对于航运跟钢铁呢，哦，就会比较强劲，哦，就会比较强劲。好，但是呢，我还是要跟他讲，我还是要跟他讲。好，那这个哦，中钢刚才少讲这个哈、哦，没关系。那我还是跟他讲哦，这个、华硕，华硕的股价，你进去看一下，今天是涨还是跌？ 涨哦，上涨了百分之三点五哦，到底是涨很多还是涨很少？我看一下二三五七的华硕，没没看到。好，涨很多还是涨很少？同学你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缩小一点。好，我们这个还原全息哦，没错，这个没有还原。好，这是还原全息哦。还原全息之后呢，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最高点跟这个八月份、九月份差多少？ 差一点点，对不对？差一点点就要这样创高了。那今天的股价呢？这个、拉起来之后呢，接近这个高点又差多少？好像也不远呐，哈，好像也不远呐、啊。好那如果以台北股市的角度来看呢，好，这个地方的最高点哦，一五一五二哦，跟这个七月份、八月份的最高点呢，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哦，哦，距离比较远一点点哦。所以华硕的股价有没有比大盘还弱？ 并没有哈，并没有哈。以这个位置来看，并没有。那以现在这个收盘价的这个位置来对照大盘的这个位阶，你可以看很清楚哈，它是比较高的嘛。所以华硕比较强，好，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对于未来，大家都觉得说，哈，电子景气呢会怎样？不好，现阶段就是大家去库存化，去库存。 好，同学你看一下这主机板厂商，全世界最大的主机板厂商叫做华硕，市占率高达了百分之四十，它的股价比大盘强劲，它都不想跌。然后你一直要说未来电子业不好，这很奇怪，这很奇怪。如果未来电子业会不好，那主机板厂商龙头为什么要涨？为什么要涨？ 好，我们我们少讲一个哈，在主机板厂，主机板跟显示卡加起来，同学们，如果未来电子电脑业行情这个市场不好，市这个市况不好，卖主机板的、卖显示卡的这间大厂的股价为什么会比台北股市强？为什么？好，你自己思考一下哈。我在讲的是哦，有很多消息啊，有很多讯息呢，都是这样，都是落后的。 啊，都是落后的啊！你想要走在别人的前面，想要感受一下啊，就要看股价的变化，就要看股价的变化，好不好？好，那我们刚刚少讲到这个地方叫中刚大象在跳舞，那我们就直接暗示大家，好不好？这个地方你用眼睛看这条蓝色虚线的右边啊，用眼睛看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W 有没有？W W 有没有？W 有了啊、哦，有看到 W 了啊、哦，有了啊、哦。 哦，看得懂哈、哦，暗示一下好不好？你自己看一下哦，我就不多说了、哦。好、哦，那对这个钢铁股呢，对这个航运股呢，这哦市场追捧啊、哦，那你自己要研研究一下。好，那我们拉到这个时间点来看呢、哦，今天这个占大法的这个交易上面的这个情况，好、哦，这是截止到昨天的、哦、哈，昨天十二月二十这个日期没达到，啊、哦，二十一号，好、哦，昨天十二月二十一号。 好，在这个地方三大法人同步买超的股票呢，就只有伟创跟华航。那在最近的三个交易日呢，好、哦，同步买超的股票呢，就有只有伟创跟南光。好，又是伟创，又是华航，好、哦，又是南光。好，那卖超的呢？哦，金拍水博。哦，三大法人昨天同步卖超的股票没有。好、哦，没有。好，所以呢，在这个交易上面呢，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啊，在、哦、整个市场上的变化，法人的心态是这样偏多的。 好，我再讲一次，请你啊，对股市要有信心。手中的股票，我知道大家都有这样赔钱的股票，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投资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好，那你如果没有信心就离开股市的话，那接下来你就会错过很多机会啊，你就会错过很多机会，好不好？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美好的圣诞节，好，到底是要有多美好？ 根据好这个美国这个投资年这个投资年鉴的这个啊这个数据分析，好美国的这个华尔街啊在白吃的,的,的午餐，我们这样子讲怪怪？白费啊，免费的午餐呢哈，都是发生在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号之后的那个礼拜。好，那过去的几十年的统计数据呢来看的话呢高80，高达百分之八十哦是上涨的。 换句话说，过完十二月二十五号之后的美国股市是这样，偏上涨的几率非常非常非常大。那现在是十二月二十二号，在圣诞节之前，股市就涨了。涨完之后呢，十二月二十五号呢，又要继续涨，好，那就是这样美好的圣诞节了。所以，好，同志们，请你好好把握机会，好，不要这样，不要在，这个这个 <laughs> 垂头丧气的，好不好？拿起精神来，好，接下来就要讲新的跨年，就要有新的希望。我再讲一次，明年的行情肯定会比今年好，好不好？再差再差，再烂再烂，都不会比今年烂。所以，好，拿出勇气，好，先度过美好的圣诞节，好，那圣诞节可以先预约大餐的，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今天晚上，好，冬至，好，多吃几个汤圆，好，那再过两天再吃一个圣诞节大餐。 好，祝大家这个平安喜乐，好，那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好，我们明天再见，拜拜。